内首档互动穿搭类国民服务综艺节目《疯狂衣橱》第二季今昨晚9月9日迎来最后一期收官，徐娇作为明星委托人受邀来到节目现场演绎起中国设计中国时尚为主题的穿搭。节目中徐娇不仅大方展示了自己的衣橱，也分享了搭配的心得。她希望挑战中国风的酷女孩可以在中国元素上做出突破，让更多观众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魅力。节目开场时，徐娇穿着她最爱的汉元素时装亮相舞台，淡蓝色竖领兰花刺绣薄纱连衣裙尽显中国式审美，被现场的厨师们点赞是时尚界的一股清流。随后徐娇又换了一件黑色吊带露肩刺绣红白渐色连衣裙，并公开了自己的私人衣橱，满脸的中国元素映入眼帘。尤其是她在走威尼斯电影节红毯穿的凤凰刺绣礼服，颜色清新淡雅，引得现场主持人赞叹。徐娇的衣服每件都是一首诗，印象中娇小可人的徐娇内心也憧憬酷女孩风格。在设计师的搭配下，徐娇身穿江汉元素融入的国潮风格的时装现场走秀。不同于模特走秀的方式，徐娇的宫廷台步引得网友夸赞侠女风范，仿佛在画中行走一般，无家有女初长成。